是宝马 M3。 车迷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性能车，或许它也是很多人对性能车的启蒙老师。但我想说的是，这款车其实是一个绝版颜色的绝版车型，没错，它就是银石色的 F80M3。 碟中谍五中阿汤哥的同款配色，它或许是整个 F80 系列中我个人最最喜欢的一个车款，从它的车型到它的配色。相比 M4，我会更喜欢 M3， 不完全因为它能够轻松地装载四个人，更多是因为它极其夸张的后轮宽体和极度性感的车尾造型。真正的喜欢往往不需要太多的理性理由。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外观。除了刚刚说的颜色、宽体和车尾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它是全碳纤维的车顶，这辆车没有天窗。高性能车为什么要有天窗呢？这一点一定要给宝马点个赞。其次呢，只有在车底的阿杜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碳纤维传动轴，这个东西的存在我不能很量化的说它一定能给我的驾驶感受或者给我的圈速带来多少的提升，但是呢，每一个核心的碳纤维部件的出现都会让我们的心里忽然就能够增加30马力的额外的动力，这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只可惜呢，现在 M3 停产了， M4 呢，再说的车型也不会再有碳纤维传动轴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改装的部分。首先呢，是巨大的轮毂，来自于 HRE 的 P201 系列，20寸，前轮265/30ZR20， 后轮达到了295的宽度，用的是米其林的 PSS 型号的轮胎，尺寸非常的巨大。你要问我好看吗？当然是非常的好看，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呢，它的价格85000四颗轮毂，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昂贵了。再来，我们来看到车尾 AK 的排气，碳纤维的尾嘴，碳纤维的后唇，这个操作基本上是每一个 M2 M3 车主想要改装的时候想到的第一方案。然后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声浪。动力输出在后轮，管它是295还是305，抓不住的，完全抓不住的。而且赶上现在又是刚刚雨后天晴吧，地面不能算是温度非常高，但是它的声音也真的非常的好听。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共振，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相比它的声浪来说，这样的共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的二档再来做一个加速，你能感觉到后轮一直在滑，一直在滑，但是它的路线还是相对来说精准的。我觉得这就是 M 的感觉，那种可控的不可控感，这个是让你非常有成就感，非常能够让你对驾驶产生信心的一个东西，非常值得点赞。关于外观呢，就说那么多。我觉得 M3 是那种百看不腻的美感，说句不中听的，我觉得 M4 是世俗美。为什么呢？双门轿跑车哪有不好看的，但是呢， M3 是高端美，因为如此无趣的四门轿车居然可以被 M 部门给整得如此的撩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后排呢，标轴不要期待太多，但是呢还是可以坐得比较舒服的。当然了，坐在中间那个人肯定会比较受气一点。我坐的这个位置呢才是 M3 的关键位置，前面呢是 M 的传统仪表，有一点液晶的成分，然后这把圆形的 M 方向盘，它永远都是圆的，金属的拨片，上面有 M1 跟 M2 的按钮，这个呢可以同时关联到两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驾驶状态。 M1 呢通常我会设置为最舒适， M2 呢会是最激进，这样呢也方便我可以随时的一键切换车辆的驾驶风格，以满足我的驾驶需求。然后呢，我们来聊一聊 M 的挡把。
这个挡把呢拨动起来手感非常的好，但是你们来听声音，我个人感觉它的塑料感稍微有一点点的强。然后呢我们来讲重要的，就是挡把边上的四颗按钮象征着 Empower 的精神。首先呢是发动机的输出、悬挂、转向以及它的换挡逻辑，分别呢有三种可能性可以调，也就是说它总共会有81种搭配，是吗？应该没算错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其他的布局，多了一些真皮，多了一些碳纤维，哈曼卡顿的音响，以及这把颜色非常好看的银白色的运动座椅，这就是整个 M3 的内饰，我觉得没有其他的亮点可言了。好的，我们最后呢来看一看这辆车开起来的感觉吧。驾驶永远是 M 的核心。这辆车呢在悬挂方面换了 KW 的 DDC 电调悬挂，通常情况下呢换了 KW 无论是 V3 还是 DDC， 它的舒适性、它的细腻感、高级感都会有所提升的。但这辆车呢可能是因为它换了这个20寸的轮毂，然后30扁平比非常非常薄的需要非常谨慎驾驶的轮胎，所以说这辆车舒适性好像下降了相比原厂。其次呢就是这个车的噪音，它的胎噪、风噪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之前说过，在 G 字头底盘的车出现之前，过去的宝马的噪音控制都是非常的差的，加上这款车换了前265号295的轮胎，这辆车的胎噪、风噪变得更加明显。这辆车我曾经陪他去过一次赛道，但是很巧妙的是在下赛道的早一天晚上，这辆车的悬挂就报警了，没法用了。直到第二天这个报警依旧存在，无论是车辆重启也好，其他方式都没有办法修复，所以说改装厂的东西，哈哈，你们懂的。宝马的转向依旧是那么的美妙，何况这是一辆 M3， 所以转向我们就不多讲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动力的部分，直列六缸 3.0T 双涡轮，430马力，550牛米。有了双涡轮之后，在过去的 E90 上面那种光吼不走的状态就得到了完美的修复，所以说这是一辆更加适合日常代步的 M car， 我觉得比过去的 E90 更加的吸引我。其次呢就是它的双离合七速双离合不踩不走的设定，在红绿灯路口你刚出去的那一下，你的推背感会显得更加的强烈，这是这样的设定带给我们的一个算是优势吧。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呢，如果你深踩油门的话，这辆车可能会给你传递一些冲撞的感觉，那种顿挫感。我觉得这种感觉当我们在赛道驾驶的时候，在激烈驾驶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像一个兴奋剂一样，让我们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有这种控制赛道、控制车辆的冲动。但是呢当我们在日常我想要好好驾驶，我想要听歌，我想要跟负责人好好聊天的时候，这种冲撞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在我看来呢 M3 就是一身的腱子肉，没有太多需要为那些豪华装备而牺牲掉的重量。当然了，这代三系也拿不出什么所谓的豪华装备，开起来的感觉非常的趁手，它有高性能车的快感，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恐吓感。拿 M3 M4 和 C63 做比较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话题，在我看来呢 M3 像是你的良师益友，而 C63 像是你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拥有 M3 之后，你去开这辆车，这辆车会带你进入高性能后驱车的世界，它不会给你太多的恐吓感，它会伴随着你一次一次的练习之后，你能够做出更多过去你想要做而过去你做不了的动作，这种感觉会让你有更多的成就感，也会让你跟这辆车培养出一种更好的驾驶默契，它是很愿意懂你的，你也更愿意去驾驶它。而相反的 C63 或者 C63S 它会去促使、逼迫、压迫你去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水准和足够的胆量，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700牛米的后驱 AMG， 因为后果真的会非常的严重。在我看来呢M3 可以让你成为驾驶的高手，而 AMG 呢有可能会让你成为驾驶的大师。但是呢换个角度想， M3 可以让更多人在更快的时间内获得更直接的快感，我想这应该是一辆高性能车
应该有的亲和力。你去想一想，如果一辆车总是压着你，那种感觉可不是特别好受的。但是呢，如果你通过训练就能够去很好的控制一辆车，这才是你购买高性能车想要的感觉。好了，这就是 M3， 这台银石色的限量版的 M3， 我真的好喜欢，我曾几何时都有冲动想去收了它。好吧，这就是这一期的栗子的 Vlog， 我们下次再见。